牛排的美味带我回到20年前。小时候的我非常努力念书，希望能够获得父亲的肯定。你好棒哦。那天父亲带着我到一家餐厅，当年的新国际一客牛排是公务员一个月的薪水，而爸爸总是努力给我最好的奖赏。一分就好。开盖的这一刻最令人期待，开心的记忆伴随牛排的美味下肚，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。来啊！爸爸总是把最珍贵的留给我。今天我回到记忆中的餐厅，但那个熟悉的位置却再也见不到父亲的身影，而我也依着父亲的脚步带他来。身为人母，才明白为何父亲总是把最珍贵的留给我。我也要像父亲一样，把最珍贵的留给孩子。代代相传的好味道，只将最好的留给你。新国际西餐厅。